到现在其实也没太久，却好像有什么话想要对你说。我想这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，怎么这么着急，我也觉得不可思议。我还是很紧张，不知道你怎么想，要不要在一起，不要让我期望太高再失望。其实我只在等你一句话，让我放弃挣扎，快点告诉我现在其实也没太久，却好像有什么话想要对你说。我想这就是所谓的一见钟情，怎么这么着急，我也觉得不可思议。我还是很紧张，不知道你怎么想，在一起，不要让我期望太高再失望。其实我只在等你一句话，让我放弃挣扎，快点告诉我答案，不管结局怎样。如果你说你真的不爱我，也许你会晚的说，好让我能换个人生。快点告诉我答案，不管结局怎样。如果你说你真的不爱我，也请你委婉的说，好让我能换个人享受，好让我的结果。谢谢。